小黄，快，可不能喝这么多酒啊！小黄啊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天儿已经……哎，小黄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天儿已经很晚了，明白吧？小黄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天儿已经很晚了，哪儿也别去，赶快回家，明白不？我得巡夜去啊，就这么着。哥哥，哎，你别走。不是，我得巡夜。我郁闷。不是，我得巡夜。我想倾诉倾诉。不是你倾诉你，不是，哎，我这哎哎，哎呀。小黄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小黄，来，这么着，哎呀，站这儿啊，能站得住不？能。好，控制住啊！来，小黄，坐着。你坐这儿。这是喝了酒了，这是喝了兴奋剂了，这憋的劲儿也太大了。我憋屈，你说我人长得也算漂亮吧？啊，我有车有房有存款，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好男人呢？你刚才说过了，怎么生来生去的就把我生下来呢？我又不是齐天大圣，我这是活的憋屈啊！这咋还变成复读机了呢？我说啊。我跟你说，小孩赶紧回家休息去。哥哥，我郁闷，那你借我用用吧。小黄啊，你别这样行不？你想用我干啥呀？把你肩膀借我靠靠。不行啊，这黑龙瞎虎。我就借你肩膀哭一下，咋的了？小黄，就借一下啊，借完就回家，明白不？嗯。舒服。哎，我说这咋还舒服着了呢？这还我还哎，小黄，你得倾诉啊！哥，哎呀，我的妈，你吓我一大跳啊你呀！你说我长得也算漂亮吧，我有车有房有存款，怎么生来生气的就把我剩下了？我怎么就遇不到一个好男人呢？我跟你说，小黄啊，我不能听你说这个，我必须得去巡夜去，明白不？大姐夫。你来的太好了，你赶快过来，快过来！不是，是大大，哎呦，我认错人了啊！哎呦，我最近眼睛啊，这是老看手机看的。不，你继续。不是，我得走。你别走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别走，我有事儿。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别走。不是，我有事儿。你别走，我有事儿。哎，顺风，我有事儿啊。顺风，哎，顺风，哎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不是，我有事儿啊。顺风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走。你说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不是，顺风，说不是，顺风，我你肯定是误会了。我没误会。别再跑了，再跑就吐出来了。这大姐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今天晚上巡夜啊，小黄喝多了，他要跟我倾诉，明白不？我明白什么呀？我明白啊，这马上就三更半夜了，他找你倾诉啊？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？他三更半夜他找谁倾诉啊？周围没有人，我就是周围，我不是人呐，啊？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啊？哎呦，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？小土豆，抓着了吧？你来的真好啊！我已经抓住你的土豆秧子了，你再也回不到土里了哟。看见了不？他喝多了。不是，小黄妹妹啊，我要是回不到土里，我在这儿就发芽了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，我怎么觉得？我的口好渴呀，我也没说多少话呀。你是没说多少话，你老复读。你给我变一瓶水吧。哎，我到小卖部给你变成水来啊。你帮我照顾着啊。不是，你别走啊。哎，大姐夫，你别把我一人扔。你吵吵什么玩意儿？打我干嘛？你咋那么大声啊？不是，哎，烦呢。人呢？不是，人在这儿呢。这儿呢，哎呀，呦，呵，哎呀，小黄妹妹，
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不是，你不是要倾诉吗？没有肩膀。有，有肩膀怎么能还没有？来来来，你坐着。哎呀，哎呀，肩膀吗？不是，来，要哪半扇？男左女右。这儿啊，行了，我就借给他。来吧，来吧，倾诉。哥呀，哎，你说。高点啊！哎呀，来，来来来，这给你。你说我，你是柳肩吧？一点都不舒服。呵，这小黄妹妹还，我借给她肩膀，听她倾诉，她还挑肥拣瘦的，我都不伺候了，我。都走，你们都走，把我憋屈死，就让我在这儿憋屈着。别！街坊邻居们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呦我说。来，小黄妹妹啊，这三更半夜的，我哪能把你一个人扔这儿啊？哎呀，来来来，是我肩膀是窄点，你看我这儿行吗？哎，我这块怎么样？啊？来来来来，这儿借你来，来这儿，哎，这怎么样？还凑合。哎，来倾诉倾诉。你说我长得也算漂亮吧？对。我有车有房有存款。哎呀，我也有车，我也有存款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还是我付的呢。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好男人呢？我倒是找到女人了，但是那个女人不一定是好女人。生来生去把我生下了啊！我又不是齐天大圣。小黄妹妹，咱俩感受差不多。我到这个家里边净受欺负，我也不是玉皇大帝啊。哥哥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真是活的憋屈呀。首付都是我付的呀。啊，那我找凯索的去。好，那我演了。嗯。这个李奶奶为什么一定要找她儿时的小伙伴啊？我就听那李奶奶跟我说呀，她要找的这个人，他俩从小在一起学戏，后来呢，他们全家搬去了南方，就再也没回来，也导致呢，他这个搭档没有考上当时的剧团。这件事儿啊，成了李奶奶心里一直打不开的心结。她这次回来啊，就想找到这个人，当面跟他说声对不起，弥补一下当年的遗憾。啊，那这么说，李奶奶好善良啊。嗯，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心心念念的想着这个事儿。哎，这么好的奶奶，咱们一定得帮她完成愿望，一定得找到这个人。那对，必须的，咱现在。你好。这里是米粒工作室吗？是，李奶奶是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小米粒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李奶奶您太漂亮了。哪有？李奶奶，您是怎么想起来找我帮忙的呢？孩子呀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。奶奶，那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录制吧。行啊。大宝，之一，来。放松，千万别紧张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我三二一啊，来！李奶奶，请您看镜头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李奶奶，如果我们帮您找到当年那个小伙伴，您最想对他说些什么呢？老伙伴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当年呢，就是因为我的离开，你没考上剧团，是我耽误了你的前程啊。这些年呢，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也在想，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在想，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也在想，是我对不起你呀。我这次一定要见到你，当面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你能原谅我吗？太感人了。
奶奶你放心，只要这个人看到这视频，他一定原谅你。倩儿，来，这你的钥匙，以后这个钥匙别老落屋里。你的钥匙也别落屋了啊！你回家吧，去走吧。你，李丽丽。你谁呀？我，哎呀，你好好看看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王旺旺。王叔，您大名叫王旺旺啊？啊，太可爱了。李奶奶啊，你要找的人是我王叔，名字是对得上，但是这个人肯定不是。哎，怎么不是？就是我呀。不是不是，这王旺旺没有重名的，你好好看看。我印象中那个王旺旺眼睛特别特别的大呀。哎呀，那是年轻的时候眼睛大，现在老了，这个皮啊都松了，都大了下来了都。那头发呢？这不都掉光了吗？这儿有。哎，这有这有这有，你看你看。啊，这回有点意思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那王旺旺说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不对不对不对，辽宁卫视每周一21:10欢乐范米粒与您不见不散。嘿嘿嘿，欢乐是个宝贝，谁找到了谁不累。嘿嘿嘿，王旺旺，李丽丽。爷爷，爷爷，你别动！这一刻，我等了几十年呐，旺旺，对不起。哎呀呀呀！你可别！当初啊，要不是因为我离开，你就能考上剧团。可是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哎呀，这都多少年的事了，我都忘了。快坐，快点坐。我驴呀，我那不是呼噜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装修的声音。承认了，承认装修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看现在都什么点了，门家还装修啊？我啊，不是赵经理，哎，这个事儿你管不管？不是扰民，装修装修，你闹噪音，你谁装修？你算了，你这么好的奶粉不能给弄噪音的坏蛋喝，你给我儿子喝。我儿子最爱喝这个辉山奶粉，因为珍惜所以珍贵。行了，那你给孩子喝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太可气了，我跟那个老黄太，就是那黄姨啊，俺俩正在那视频直播呢啊。哎呀，这是说呀啊，他就那啊，哎，把我们的甜言蜜语全给我干了。老王说不是我们家，不是。哎呀，老郭，哎，又来一个。你也是来那个说他噪音的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就这个老头又臭又硬，特别任性，破坏老年人弹琴嘴。弄他下面这张子啊，这是咋的了？这是你别管他是谁呀、啊？你别管他谁，有些事儿可以忽略不计。什么有些事儿忽略不计？老郭啊，我问你，咱们小区装修队除了你们以外还有谁呀、啊？哪有别人？就我们一家啊。老郭呀，这就是你们的不对啊！你7点以后不干活吗？该你的，我该你的。咱们7点干活，合同签到7点，7点你干活啊？不是，老郭，我说反了，我是说7点以后就不能干活了。咱小区有规定，你们怎么还干活呢？对呀、啊，你看，这跟我没关系啊。我们装修公司第一合规，第二合法，第三绝不扰民。哎，谁家？哎，是啊。别说别的，我徒弟呢？什么？你徒弟？哎，你这人。我让你看好了，看好我徒弟。徒弟老郭啊，你什么时候让我看着你徒弟了？啊，你这个人，刚子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又来了。哎，就这声啊，我徒弟啊，徒弟，师傅，谁呀？师傅，谁呀？爸，快看，这鸟可好玩了，它还会表演口技呢。啊？嗨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呦我的天哪！闹了半天，这声音是他弄出来的。哎呦，老郭你可真行，你没得教他这玩意儿干嘛呀？我会这么多呀？嗨，
我不是干装修的吗？啊，他天天跟着我，可不就学这个吗？是我天哪！不瞒你说啊，我弟弟，嗯，厨师啊，后厨也有这么只鸟啊，每天一张嘴就是老板上菜，老板上菜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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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是干啥呢？做饺子馅的。哎呀，包括赶紧把他弄走吧。来来，妞妞，赶紧跟你这鸟说再见啊！啊，我舍不得，不想给。不给可不行，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。我。安抚顺，四季安山，千里锦州，万象抚心。好，下联，前程盘锦，好运大连，旭日丹东，喜气朝阳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老范，冲这个，我给你架一个横批，说。铁岭辽阳本系营口，把竞争对手葫芦岛。三叔，哎，不光辽宁省变化大，你家变化也大。您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呢，二姐夫把你家都给拆了啊！不是不是，把你家重新装修了，而且你家还多了一口人呢。多一口人不怕，我这回回来带了不少那个辉山马瑞奶粉。不对呀，二米粒儿。二胎才一百天，这就又生了，就是不是谁呀？那个别人送过来，什么？不是那个，哎，您自己看就明白了。你回家看去。对，多有人呢。不是邻居的，我就给你送盘凉菜，你看你还回我一盘饺子，这啥也不都是邻居吗？礼尚往来呗，拿回去吃吧，拿回去吃吧。你说我这菜送的，你说这以后的话，我得常来送菜呀，随时欢迎啊。走了，二姐啊，拜拜。哎哎，行。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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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米粒，小米粒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小米粒，妈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小米粒，妈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小米粒，小米粒，小米粒，说咱家多一口人，那一口人哪儿呢？这不在这儿呢吗？啊，机器人米粒儿，人啊，李奶奶好，王爷爷好。等事儿呢，你谁啊？哎，谁？这我家你不认识我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瞅啥？我瞅你咋的？哎呀，你跟谁俩呢？我俩这都太不礼貌了，别在客厅里玩了，王爷爷别拉着。我看他能把我咋地？哎呀呀！你傻什么样的？就咱有欠款的程序轴啊！对，大姑，啥人都赖我，啥人都赖我，我都不认识他。就你弄的。爸，哎哎，哎呀，妞妞，妞妞，哎呀，妞妞，挺好，挺好。妈，妈，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哎呀，看看我这俩儿子。哎呦，大开心了！哎呀，妈呀，哎呀，好宝贝，哎呀，激动。想死我了，妈！哎，我得给你们汇报一下。哎哎哎，你们是去旅游去了啊？可把我累坏了。你看看这个家装修的是焕然一新呐。对，爷爷，你看我二姑父把家整得多好，年年都有变化，咱家是一点变化都没有。我怎么变呢？你要能变，你变个孙子媳妇出来。